今天我们要玩到几点？十点半还是怎么样？十点半好不好？休息一下。我们来的太空船受到了爆炸损害。船上的系统现在也是处于瘫痪状态。通讯室，哇，哎，等下，前面有个生化人的。当你拿着镜头的时候，鼠标来集中。哦，我可以转换我现在目前的焦距了。等下，这边是不是有洞啊？该死的，逃！想逃都没有地方可以跑啊！太空船都爆了，损坏中。太空站里面有一大堆怪物跟混蛋。等一下，那扇门可以开。按原本那艘船的同伴取得联系啊，有了，是这个吗？Great. Internal communications open on limited channels. Gotta be someone on the station I can contact. 找到替代的讯号。等。视角关掉，空气净化留着。视角关掉，他们的监视器就没办法观看到我了。这个是宝物库，又要害了。感觉等一下会怪怪的，什么怪怪的？一堆混蛋，但是怪物只有一只，而且混蛋都想要置你于死地。我任务成功了嘛？什么？找到替代的讯息终端，好像就不是往前面了，对不对？等一下，我先记录一下好了。都不合成，有通风口，除非我耍笨。解任务的东西就是用来合成用的啦，主要是。医疗包用处比较大吧，其他的遮蔽敌人视线啊，或者是一些怎么吸引敌人注意力的东西啊。那吃个药好了。我觉得我不是该往前走，对不对？现在到底要干嘛嘞？这什么区域？怎么过去啊？天哪，是要回到太空船上面吗？下面有第一道可以走啊。真的是来这边吗？直接潜行可以绕得过去了。不是死路，有个电梯。
哦。把它解决掉。不是吧？一，他好强哦！他超强的。要打好几枪才会死啊！shit！ 啊！弹结啦，等我换一下子弹啊，谢谢啊。换子弹，它不是一次换全部的，它是一发一发的装啊。这个左轮可以再真实一点吗？怎么没中啊？杀生化人的意义在哪里啊？说真的，靠腰，这子弹超难中的啦！哎，挂了。一只生化人大概要打五发吧，四到五发，好烦哦。宝物，没有子弹。照明弹，其实这几只是不用打的，但是我真的是很想试看看，说生化人他的战斗能力是多强。事实证明，硬干是没有办法的。硬干，你觉得会被他打爆？监视区前面有个生化人，我听到前面有一个通讯。有人从前面走过去了。Hello, is anyone there? If anyone can hear this, we need help. Repeat, we need help urgently. Please respond. 更新地图，等一下，我要怎么过去啊？直走开门，哦，有了。我一直都在跟着生化人的屁股走哦，最讨厌这样子了。他突然回头我就挂。他看到我吗？啊，被看到了。走进去，他要把我拉出来吗？我不在这里，我不在这里，你没有看到我。在哪里？哦，嗨！EMP 啊，这个该不会是可以直接瘫痪机械物品？重新启动太空船的通讯，刚刚那个通讯是生化人关的吗？重新启动之前记录一下。我不知道 EMP 对生化人有没有用啊 ？EMP 不是啊，生化人不是纯粹机械做的。算了，还是不要试好了。我自己讲，我都觉得没有意义，丢生化人 EMP 没有意义。啊，这里！我还要调频，
没有啊。这个吗？锁着的 ，OK 了。有三个电脑的频率需要调啊，搞屁啊，这什么鬼啊？高量有价值的目标，两个了，三个，还有一个在这边吗？哦，有了。这是什么东西？我看不到。电流处于激活状态的时候，按下相应键。什么？这什么？发亮的时候，我按下上下左右这样。啊！好复杂，我靠腰！我不会按呐、啊。You're alive. It's Ripley. Ripley, Taylor. 终于成功了。We were getting worried. We I made it. Where are you?、We're at the transit station now. It's right by 医疗中心旁边。Okay, Samuels, listen to me. It's not safe here. Siegson's got this place locked tight. 机器人把人类杀死。Killing people.That's impossible. It's contrary to primary synthetic. 对啊，生化人是不会杀人类的。Because Seekson's got a different idea about synthetics, and there's something else here. A creature. It's big and it's lethal. 我后面有个生存包包，好可爱。A creature. It's a life form, an unknown type, some kind of alien organism. It's extremely dangerous. You and Taylor need to make. Taylor is hurt. She was injured by debris during the crossing. 哇，她飞出去受伤了。How bad?I can't move her. I need medical supplies. We need to treat and pack the injury. And the Torrens? The radio is broken. I can't contact Verlaine. We're on our own. Shit. Okay. I'll come to you. Keep your eyes open. I'll send a transit car to you. 转运车。我现在要回去太空船那边吗？返回西格森通讯室逃离。等一下这边应该用冲了，对不对 ？Shit！ 我只希望我现在进去。What the fuck！ 死路啊！啊！这个路好难逃跑。吃锤子啊！锤子不行啊！嘎，我挂了。有没有时间让我看一下地图啊？拜托了。往直走进门，直走，前面左转，拜托拜托拜托，前面左转，这里嘛啊，这里这里这里啊，刚刚没注意到。后面有东西追着我，好讨厌哦！直走，直走到这边上楼梯，对吗？直走，直走，直走，直走啊！管他，直走了。嗨嗨嗨嗨！不攻击他，我就不会马上被抓到。攻击他会立刻被抓。通讯室是在二楼嘛？记得这边有个地方可以钻上去啊！哇，让我进去！生化人没办法进来啊！烟雾弹丢出去之后要四秒，不是这个吗？天哪！
背后。啊，这个托伦斯号的我的爆炸中船体受到损伤，正在驾驶呼救，应该是主要任务，对不对？等一下，我先看我两个都往前看了，我看这是什么？船体受到了损伤。等一下，这是音频而已啊。This is Waits, Colonial Marshal at Sebastopol Station. We have a serious situation here. 该死了。Local comms are down, and we need you to send out an emergency message. Do you read me? 谁开我的门？我自己。Arranged communications are down, and we need help. Stand off and send help.有人说电梯要下去，这里吗？一紧张就不知道往哪里跑了啊！我看到电梯了，这里刚好就在正下方，对不对？没错吧？返回西格斯通讯室逃离，然后。拜托啊，让我想起来，我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到那个电梯没有作用的地方？通风口可以钻，也可以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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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直走？这里吗？不对，这是钻出来的路。走两步就要看一下地图，应该就在里面啊。受缚，记录一下。没有办法随时随地记录了，必须找到话筒。所以你如果很久没有记录死掉的话，就要整个重打。左走一路弯出去，这里应该只剩下直路。哎呦靠腰，前面有人啊！烟雾弹吗？烟雾弹是要丢他还是丢？啊，随便啊，试看看。这个烟雾弹真的有用吗？这个我通过烟雾弹，我自己都看不到我自己在哪里了。靠腰，不是吧？让我过去！啊！滚开点啊！哦靠！等下我看一下，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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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空可以吃药哎，他吃药还需要站在原地吃啊。等一下啊，后面也有一只。成功了，通道超窄的，然后生化人站在那边就是等着抓你这样子。如果补血不够的话，那要怎么避过他？只能慢慢潜行吗？吸引注意力，然后在非常狭窄的通道上面那边挤挤来挤去之类的。对啊，没办法，边走边吃啊。
而且这个医疗包是打针型的，就不能边跑边打吗？一定要停下来。回到 Siren Meditator， 回到医疗塔啦。我记得刚刚有谁呀？这不是死在地上了吗？后面有东西的，靠！啊！被小头咬死了。等一下，存档一下。等，该死的那个躺在地上那个生化人害死我，他抓住我就后面异形跑来。所以我要走左边嘛。这尸体不会死的这种要素真的太讨厌了。这个是刚刚记录点。回想一下，是下去坐电梯嘛，对不对？死掉要从这么大一段前面开始跑、啊。嗨。可以直接冲过去嘛？用冲了就好了。前面记得还有一只，对不对？嗨，哈哈，快速闪身，这个没办法了，这一定要冲。我卡住了，我。好险，雷普利的跑步没有那个耐力条啊，有耐力条就不用玩了。下去之后没有记录点，再读取一次。EMP 对生化人没有用吧？对异形也没有用吧 ？EMP 是用来对付机械化装置的呢。放噪音快跑。我只希望这边有一个记录点，我要是我死掉或者失败的话，我就可以马上记录了。看一下地图啊。没有记录点，记录点要通过这个大厅才有。我想看见那个楼梯上有东西在动，算了，不要。绕过那个尸体，哦，这次很安全嘛？我的头上通风口，我听到有声音在咚咚咚咚咚，在走路的声音了，那些就是异形。那边过去应该有一个记录点。谢谢。哔哔嘟嘟哔哔。扬声器不用。用这个不要动吗？医疗塔，我看一下。右边那一座，右边，右边这座，这座。耶、yeah! ！一大堆生化人，超烦。被生化人攻击之后，因为会 造成很大的声响嘛，所以异形就有可能直接跳出来把你咬爆。可怕的小头攻击。用 EMP 对生化人哦，到时候再说吧。去找三庙还有泰勒，他们在这个太空塔的医疗区，因为泰勒在我们第一次要到太空塔的时候，就是被爆炸波及嘛，受伤了。Taylor's over.
啊，他们没有去医护室哦，他们怎么就直接躺在这边 ？Ripley， 嗯 ，Is that Ripley？ 不要死，泰勒，我认识你大概才两个小时。How is she？ She needs treatment. Medical's nearby, but I didn't want to leave her. 医疗室就在附近。See what I can find. You stay with her. 嗯 ，I'll try to repair the radio booster. What if this creature shows up？Hide. 后面就有柜子可以躲了。有没有这么衰啊？刚好在这个时候变成了禁闭状态。我要去医疗室帮他找医疗设备来救泰勒，所以。今天我们就玩到这边吧，我下一集开始玩，就是帮他找医疗用品。